家介绍一下我们四个螺旋桨的那个不锈钢船啊，长度的话1米啊，重的话20斤。我们现在拉一下渔网啊。走，看一下这个出网速度，这个速度有点快啊，下网的话可以下1到6米高，100米长度啊。而且下网的话是静音拉网，没有声音。晚上的话可以装灯光的，控遥控器上控制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力度，哦哟，下完之后脱钩。好，我们把遥控船开回来。好，回来。